嗯，奇怪，我没有叫外送啊。好，不然先进来。不然我刚好准备开始训练，坚持及运动这句话，就来教你们如何在家就可以轻松达到去训练健身房的效果哦。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训练当中会使用到的器材吧。今天大家看到就是在家里就可以达到训练的方式，所以我们器材一定要随手可得。第一个我们要训练的是你的核心肌群，使用的器材只需要有一个沙发，甚至你只要有一个矮平台都可以拿来作为你的训练器材哦。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会稍微要有一个稍微的小高台。那这种高台呢，我们到底要训练的地方是我的下肢肌群，我们会通过这样的高台来做一个高弹跳的训练，来训练你的下肢肌力。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高台没关系，你可以做比较阉割版本，稍微难度比较低，但还是一样可以强化到下肢肌力的方式哦。那第三个动作要训练的地方呢，你只要有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让你可以稍微的躺下来。那躺下来之后，你要有一个足够可以把脚伸直的范围，就可以是你训练的地方。第三个动作要教大家呢，就是你只要透过一个地板，你就可以达到训练你的臀肌、蜜桃臀的好方法哦。好，那我们就开始训练吧。好，那我们第一个要教大家呢，就是你只要踩在你的沙发上，然后呈现一个平板式伏地挺身的预备姿势。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训练的呢，就是平板式的爬山者。你在成为平板式一直线之后，第二个动作要把你的脚往前抬。往前抬，每次做完之后换边。这个动作要训练的是你的腹直肌群。那记得做的同时，只要把你的身体有这种拱起来的动作往前，难度会降低，但是你的腰就会有过度的使用。这个时候力量就出在腰的地方，而不是你的腹部肌群。所以躯干成一直线，然后就抬腿换边，抬腿换边。这个动作大概可以持续12下，然后我们可以持续做4组的动作，每次12下完。再停下来，休息30秒，再开始下一次。OK， 我们第二个要教大家的动作呢，就是 squat jump， 也就是半蹲跳。首先，你在家里找到一个简单的平台，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待会教你们一个阉割版本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教正确版本。你找到一个平台之后，我们待会要做 squat 半蹲往下，接下来往上垂直往上跳之后，半蹲停在高台上往下走，重复的动作再做一次。那这个动作的训练目的呢，就通过你在半蹲在往上爆发力跳的瞬间。来训练你的爆发力之外，下来的瞬间也要控制你的腿部稳定能力。这个动作你可以持续做大约2边各5次，加起来10次，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训练呢，来锻炼你的下肢肌力哦。那这动作容易做错误的地方呢，通常是往下之后，你可能往前太多，就容易有跌倒的动作出现。所以记得手往下蹲，往上带下来稳定，下来跳上去的动作瞬间快，下来的时候稳定慢，上去瞬间快，下来稳定慢。接下来要教大家的阉割版本呢，就是如果你家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平台，没关系，你只要做原地的半蹲跳跃也可以。首先动作慢慢的半蹲往下，稳定了之后往上翻，手往上带，跳跃起来，下来的时候稳定，往上，往上，你一样可以做到，就是有高台训练的半蹲跳的训练方法。OK， 刚刚做完了核心训练，做完了下肢训练，接下来要教大家的呢就是蜜桃臀训练。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桥式的准备动作，躺平在地板上，接下来把你的脚前后脚大约呈接近90度的位置踩好踩稳之后，待会的动作呢，我们会做单侧的提脚，提脚完之后加上你的抬臀，屁股夹紧往上抬下来，夹紧往上抬下来。也可以把你的双手撑在地板，降低难度。往上抬的瞬间，屁股用力，往下放松，
往上抬，屁股用力，往下放松，抬下来，抬下来。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动作来训练到你的屁股臀肌的地方可以越来越有力，也可以在家就达到轻松训练蜜桃臀的训练方式哦。那这个单腿桥式的动作呢，你可以持续单边做12次，之后一样休息30秒之后换边，就可以达到刺激你臀肌的方式哦。OK， 那以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最近不敢去健身房的话，你也可以在家达到轻松维持你的肌力的好方法哦。好啊，你可以回去了，拜拜。